咁啊，星期五晚嘅俾你晚報啊，咁啊，今日身邊咁啊有岸伯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咁啊，岸伯多謝你再次佢上嚟啦嚇。咁啊，尋日我哋即係啊，究竟有咩題目好講啊？咁啊，當然即係咁啊，都有幾個佢題目佢選擇啦，包括即係咁啊，劉世良風波其實佢尋晚就發酵得仲犀利添，因為佢就即係嗰方面就已經指控咗阿陳橋啊，粗口鬧佢，甚至話陳橋啊向佢即係勒索啊10万元嘅加幣啊，甚至話佢哋有人就騷擾，即係打電話騷擾啊，咁啊，劉世良嘅外父咁啊，即係亦都會講下啦。大陸啊要封殺台灣5个名嘴啊，咁我都講少少。咁啊，海港 Sir 啊，咁啊就判監，咁啊即係6年半。嗱，首先咁啊，即係岸伯咁啊，我知道即係喺法律方面咁好多嘅即係知識，你都可以分享一下嘅。咁啊，我見其實暫時啊，咁啊即係。